满刀诶，即个老辈将满刀即个果园留落来，讲也真不简单嘞。啊，咱若要伊个之间要怎处理掉，嘛是紧嘞。但是咱要安怎好，咱个土地，咱满刀诶即个满刀分担，即块土地会当啊永续经营。我姓方，金源，我在地人住满口，帮阮后生照顾一块油啊，我负责铲草。也肥啊，捡树枝啊，迄、那个剪花啊，老的年岁有啊，少年啊，舞着这拢足真忝啊，足辛苦的。你也是有管理啊，有通食啊，有通卖啊，土质有关的哦。在水果拢土质拢有关的啊，因為老长迄个年过啊久啊，年过啊久，伊个油啊生出来的。啊，细粒，细粒就啊好食，啊，新长啊拢啊粗，啊粗就啊歹食，啊，有人到推广哦，像农会到补助，到迄个合作吼，应该是袂歹的一项产业啊。我姓方，我叫日新。然后我现在有两个身份，平常日是一般上班族，在南科上班，那假日就是所谓的假日农夫，就因为我现在有一块那个文旦园，而且红米嘛是兴趣啊，因为你要做这无兴趣，其实是做袂落去的。其实我细汉嘛是有接触过，因为上油啊的话，其实伊上大的人力的需求就是采收，所以细汉的时阵其实拢有去帮忙采收过，啊嘛是有惊。当果园在那边走动，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啊，对啊，所以耳濡目染下也会大概知道果园的一些大概文旦园的一些状况安尼。我管理上的如果想采收的红明啊，我是嘛是自己的那个亲朋好友啊，因为我即马咧有咧上课啊，有咧对一个老师咧上在幼稚管理诶课程啊。啊，因为会借由这个课程，我也学习到更多，年轻一辈或者是一些新的知识啊。因为为什么要有这些新的知识？就像，我即马天气较无稳定，每一冬的天气的变化无同。较早的天气如果较稳定，伊的果园管理会比较简单。可是即马天气的变化足剧烈，像讲哦，有当下一段无落雨啊，也无得收落，也无得收干，这对果园的诶，管理诶有一大诶足大诶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习更多的新知识，针对每一个时间点，譬如讲哦，今嘛一个时间点，我是下个月需要干嘛，需要做什么处理，然后他也会提醒我们现在气候的变化，譬如讲哦，最近无落雨啊，还是讲哦天气开始咧烧热啊，啊应该做啥物处理，伊拢会开始提醒。因较早老一辈拢唔想要甲果园留草啊，拢会甲草啊铺甲足清气的。即卖老师拢会建议讲哦，你用种一挂草生栽培，嘿。其实即卖满道嘛真侪拢是用草生栽培，嘿。啊，因为我的果园即卖嘛是和南无港的特色，就是我即卖是用一种新叶水薄荷，嘿。然后去做草原栽培的一些管理，因为这种草啊，就是对一些那个虫啊，也有击毙的一个效果，所以在农药上面用量会比较少，算是那个友善的一些果园的管理这样子。因为老一辈的经验，我觉得还是有老一辈经验的一个价值啊，所以有时候也是会采纳他的意见。今卖人其实就是讲哦，因拢要标榜食老粽嘛，因为老粽就是好食，其实讲实在啊，满岛的老粽的产量其实无遮大，因为老粽，我讲的老粽，有可能三十担、四十担、五十担拢有。今卖上满岛的树林啊，我之前去上课，6%-7%都是借15年-30年这个区间，你要真正老粽的，差不多20%。甚至更低，对，因为老长的管理还无简单，因为老长的像我们人，他在老年的时候，他如果说像天气变化，或者是有一些病虫害，他比较经不起这种变化。啊，你也无讲哦，做用心去甲照顾啊，伊就
就是会慢慢的消失不见这样子。哎，大家好，我是陈耀煌，那我从事教育工作，退休下来在管理这一片文旦园。那民国100年退休，以前是培文国小校长。那这一片文旦园是我岳父留下来的。那在其实还没有退休之前啊，就开始在帮忙岳父管理这一片文旦园。那他往生之后，还有接着我民国100年退休之后啊，那这一片文旦园就全部管理的工作就落在我的身上来。以前岳父管理的时候，他都是用喷农药，我们俗称叫做灌型农法。那因为因缘际会啊，我接触到以前日常老法师他的慈心事业，他是鼓励我们应该要爱护这一片土地，因为地养人，人养地，我们人先把地养好了，地才能够产生健康好的东西来养我们人类。所以这个观念啊，慢慢灌输到我脑海里面，慢慢在90几年的时候，我开始管理的模式就偏向于用有机管理，而且参加有机认证的这样子一个模式来作为。各行各业都必须要有一些心血注入。那以麻豆来讲，我们就是把目前该当的工作把它做好。现在就是它是种文旦，那我们就尽量的想办法把文旦种好，而且在不影响其他人的生活品质上面，我们的保有这一块文旦园，所以我才会来做有机的一个栽培，因为旁边都是住家，这个在社区里面哈，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以外的产业，当严正公竟碰到了这个节骨眼哦，是要安怎去转型？啊，这个转型可能就是要去做这个以外本身的加工，走出这个加工的线路，减少咱直接卖以外，以外长进是愈来愈多。啊，生产量不是讲逐冬拢足济，但是你也拄到产量济的时阵，你就害啊！啊，第二就是咱要加强咱的通路，因为我相信进码头有遮济困难，遮济人生产油啊卖袂出，就是一个通路问题。这个通路还有要安怎去宣传，咱的农会还是咱的区公所、市政府要安怎去推广食油啊？油啊对咱身体有好的一部分，我相信上大的资产就是一片绿油油的资产，所以我的想法是讲，大家互相合作哈，以安尼修行起来，咱就将咱的收益含能分享一点嘛，啊，会当让咱的这个产业哈，会当安尼永续经营。